科技结合生活，为我们带来更优质的生活和便利。有见及此，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在1988年成立计算机科学系，为推动科研和优质高等教育而努力。我本身的背景是读商科的，再加上我对programming这方面是非常有兴趣。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接触computer science、programming 这些科目，咁發覺自己對呢一方面嘅興趣都比較大，因為我自己對於商業智能啦，同埋呢個資訊科技都比較有興趣嘅。I chose to study in HKBUCS department mainly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HKBU graduates are all-rounded. They are a good team player and a good leader. 本學系開設嘅學士學位課程，均按照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以及美國計算機協會嘅課程建議嚟設計。水平与海外大学一致，我们的课程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除了教授专业知识之外，我们亦将学习重点放在系统开发，以及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在课程设计里面，学生有机会透过完成不同的开发项目，加强项目管理知识和人际关系的技巧。另外，学生亦可以按照兴趣修读不同范畴的选修科，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做好准备。为了令到本学系的学生更容易掌握计算机科学知识，并且紧贴市场上的实际应用，我们提供了多个学习支援计划。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大型本地或者国际企业内实习一年，将课堂的学习知识应用到实际环境里面。But most of the students from HKBU attack that challenge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with the right approach, and many of them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and I think that many of them will go on to be very successful people within HSBC. 一般咧，你學系嘅畢業生咧，都非常之受我哋嘅其他同事嘅歡迎啦。同單止係咁，連我哋嘅客户咧，一般咧對你哋學系嘅畢業生咧都非常之高評價嘅有。喺 CS department 學到嘅嘢係好 hands-on 嘅，好實際嘅。咁每一日同去客户啊 user 去溝通啊，攞 requirement 啊 ，presentation 啊，點樣樣去做成個系統嘅計劃啊，咁呢啲全部喺浸會大學入邊都學到好多。除咗學習上嘅知識方面，我喺讀 computer science 嘅時候都學咗人際溝通嘅技巧，對我出嚟做嘢係好大幫助嘅。上堂學到嘅理論，咁同時間喺實踐一啲 lab 度咧，我都會做到。同時間我發覺原來出到嚟做嘢係唔會同呢個社會脱節嘅喎。喺我大學學到嘅 programming skill 啊，各樣處理問題嘅方法，都令我可以更加有效率去令到解決工作上邊嘅一啲疑難啊問題。我覺得在大學裏面學到的知識，除了一些技術上面的技巧之外，還有就是一些獨立的思考，還有去一個能力去認識一些新的事物。科技日新月異，本學系配備先進的教學設施和實驗室，並會定時作出更新，令到我們的學生可以在最理想的環境下安心學習。我們還會為學生提供各類獎學金資助，包括入學獎學金、非联招院校推荐计划奖学金、杰出学生奖学金、校友奖学金等。除了定期举办学术讲座、研讨会或者工作坊之外，本学系亦会不时邀请在业界任职的资讯科技专才到学校举办分享会。在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拨款和资助下，我们的科研成绩有目共睹，并且得到不少国际性认可和肯定。其实我在这个 HSBC 做过一年的 placement， 我在里面做多数的工作都是一些 project management 的工作和 documentation 的。当然对于我现在毕了业而家就職嗰陣咧，要做一啲好大量嘅 documentation 咧，都大有幫助嘅。Professors here are really friendly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spend time to talk with you and give you invaluable advices. So there's a period of adjustment where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which they're working. But once they get their head around that, and that can take 3, 6, 9 months, they integrate very well and they bring what we really want them to do, which is the ability to challenge us in the light of the latest techniques that they've learnt on the courses.CS department 俾咗一個機會我去國際金融機構匯豐銀行度實習，
令到我可以將學咗嘅知識用翻出嚟。咁我喺畢業之前就已經有一年嘅工作經驗。咁我就喺 Year Two 去 Year Three 嘅時候咧，咁就去咗機電工程處度做intern 嘅。咁我主要工作咧就係做programming 啦。咁好彩咁就係 Year One 同 Year Two 學到嘅 programming skills 咧，都可以喺當時應用翻出嚟嘅。浸会大学注重全人教育，我哋深信教育唔单止系学习课本上嘅知识，我哋亦同样关注学生嘅个人发展。因此，我哋为学生提供咗教授指导计划、朋辈导师、校友导师等。Department also organizes really interesting events such as IT Forum, where students get to listen to high-ranking IT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海外交流让我更加认识到了美国他们是怎么进行教学的，学生和教授可以自由地在课堂上进行讨论。Department 就为了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带你 exchange 和 intern 的机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给我们去学习，去见识其他地方他们的文化，体验他们当地的生活，也都同时都可以学到和我们自己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亦为学生安排各式各样的学生体验活动，包括国内或海外交流计划、大都会体验计划等，务求令到我们的学生扩阔视野，吸收不同的人生经验，达至全人发展。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CS Department。Let's get moving and join CS now. Come and join us. 我一份成功感，我都好想你快点来感受下。加入 CS Department， 希望你们有一个难忘的大学生活。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CS。